黑色那套好了。哎，那婉若姐需要看一下说 O 不 OK 吗？应该 OK 了，应该 OK 了哈。那我们就先睹为快了啊！欢迎他呀！先睹为快，真的好，真的好，哇，比较厉害，哇，这个真的好，这个真的好，很好看，对，真的好难穿啊！刚刚是莉亚选他的吗？还是淑珍选？淑珍，你很会选的，他很适合这套。对啊，皮肤好，所以皮肤白要配黑，气质好一点。黑的其实不挑颜色、肤色啦，谁穿都会好看。所以宛若，你虽然反对黑，可是这个很 OK。很 OK， 这件很好看。可是这件一定要它这么扁、窄身的才行。所以你很不安吗？这也只能晒太阳。我刚刚立了，然后不要选我，不要选我，都被选上。为什么？你穿起来很好看呢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没有安全感，比穿比基尼还要没有安全感。谁在乎安全感？要不然帮你挡一下，我帮你挡一下。所以你名牌别在那边，是因为不别的话会崩开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太不好意思。对。那你走到 S 前面来，背对镜头，然后让 S 把名牌拿掉看看。哦哦。哦，什么？没有，它会里面的 bra 会露出来。OK。可是露一下也没关系吧？你给我看好，这样 OK 吗？不是那么 OK。所以这套是一般女生不会选的泳装。应该说就是，我觉得就是是呀，她穿，因为她气质比较好，我觉得这套衣服气质很野。就比较挖一点，所以对，所以本身气质如果不是很好，太艳的话，可能就那个整体的分数就不是很好。现在因为他皮肤又白，气质又很清新，这么好的条件却不好意思展示，这是台湾一般很多妹妹会有的是状况吗？是，可是通常到了，因为如果在巴西，大家就会很自然的穿这样的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民情吧。他们会觉得我穿这样，所有人会一直这样看。那在巴西，他就可能觉得无所谓，大家都一样。对，所以你不喜欢大家一直看？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好像大家会用异样眼光看你，可是在国外应该就还好。可是你要当名模的，不是吗？所以我穿啊，我现在觉得。开始喜欢。可是你的肢体感觉就是很夹，没有啦。淑珍，所以这个是需要锻炼的，就是刚开始会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哦，很害羞这件事吗？到什么时候他才会愿意展示？觉得害羞，嗯，经验吧，我觉得。所以赶快把它丢到后面去，再换5次，他就可以立刻就完成了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是最难的吧？如果等一下，这一套你看他刚才走过秀吗？他刚刚走了，然后有点颤动，所以我觉得很惊人。颤动，就是他那个肉看起来很嫩的样子，觉得嫩，是。你也会讲出这种不是人的话？我想说，我有没有听错嘛？对不对？哎，怎么会？很难形容。我本来以为说他的脚步有一点，了解，就是紧张，然后他走不好。就是我觉得太好像太挑情了吧？了解，而且他这个走很可能不小心就会穿帮，是。他太。高差了，对，就那个要处理才能穿。诗芸，谢谢你哈，谢谢。谢谢。你叫亮，我知道他真的很颤抖。站在这边终于知道什么叫颤抖。你在那边，你就没有资格说这种话，因为是个下流胚子。怎么讲？就是太真心了。你刚才。好辛苦，做节目突然变那么真心，真的我自己都吓到。快点，罐头里有人了。来，我们继续欢迎哈，欢迎下面一位。小健，所以妹妹们都习惯把手挡在前面。我觉得他们是害羞，因为这件好像对他来说有点太小了，太拉，他想压胸了。你有调好吗？有，因为它是一条线的。哦，它后面，因为它在把它胸部提很高的感觉，对，它又在，它没有办法放。不行，转过来，这面那边很危险。很多人觉得说买泳衣就是没关系，就是这样。其实泳衣有分 size。对，因为现在感觉他的胸部很不舒服，他压胸啊，你看整个压扁都跑掉。贵妇，我觉得高腰这件事也太挑人了耶。对啊，他腿都这么长了耶。嗯，对。所以这一套你介绍是存心要来整人吗？因为刚刚制作单位说，哎，比较难挑战的，就是刚我们挑出真的，一般
一般的两节式这些大家示范，其实就可能比较普通嘛。那这两款是真的身材的局限跟比例是有难度的，是，对。所以像这个高腰的，就是在线条上，我觉得它其实它现在穿上来是上面的那个 bra 的部分，对，有一点压到，应该这边是平的，可能有点还是拉太高。这样还有自信走台步吗？要叫诗韵陪你走吗？可以吗？诗韵，你陪他一下。好不容易回去，被 cue 出来。你们两个一起站中间。站中间。站中间开始。其实拍出来还蛮好看，很好看的。它颜色很漂亮。有啦，这样就有时尚的感觉。而且它背后有一个时装。谢谢两位，可以回原位了哈，谢谢。范伟，你跟男生上衣外套有要介绍的吗？有啊，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很适合男生在沙滩上穿的，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，背心是很适合的。那今天我要介绍一个假两件。为什么？你看假两件，假的两件哦。其实里面没有泳裤，假的。这是就是女生可以在沙滩摆 pose， 男生也是可以在沙滩摆 pose。张浩来试一下这个。范伟。嘿。这五位男 model 你喜欢哪一位？啊？你觉得谁比较好看是吧？嗯，比较帅啊？是。龙少华。哎，我认真选。好难选。抖胸的不错啊。你喜欢抖胸的？OK。不是因为太抢镜啊。OK， 好，你喜欢。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要卷起来。还要再卷？还要卷？要一点点，因为要一点点，很随意的感觉。因为其实今年真的是王若姐说的是，所有的裤子，男生的裤子都比较短，不像以前那么长。然后你上身要给他背心，是不是？可以配这个背心。范伟是有在开泳装店吗？我觉得开牛郎店吧。你要帮他配墨镜吗？没有没有，这个时候要配一个花很花的鞋子，今年很流行的花鞋。OK。对，就当会员穿，对，大概就这样子。小太，你可不可以转过来借我看一下？范伟，你真的考倒我了。真的吗？你是太小了。我看不出来他是被造型师搭配过的人呢。也是帮他把裤子洗缩水啊。因为他裤子太小，再换一条裤子太小了。你还有吗？还有，当然有啊。今年真的有流行短袖，短袖。因为其实今年的裤子都比较短，真的都比较短。范伟，你做这个工作是不是非常愉快？这一集其实我以为这一集是要……这集我们有请你，还是你自己来？把自己在网络上放。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拿一件外套来套上去，我看会不会分数好一点。外套，他可能没想到男 model 这么大一个。对啊，他的 size 这样。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在乱搭？没有，不是不是，我在看他颜色怎么样配比较好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其实这个是防风衣啦。又小，又小。不要弄了，范伟。因为我是拿男生最基本的标准。是你的 size。不是不是，我看这个 size 是什么 size 可以的。因为它太高了嘛。哎，那我看啊。它太高了。它太高了啦。那这样去沙滩会拔到女生吗？对啊，这怎么？哎，来来，下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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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可爱。哎，好可爱。哇，这雨伞好可爱。你等我啦。其实我跟你说，其实因为他穿的小一点，我来我。哇，你们两个一起撑伞的。感人哦。什么啦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把它磨蹭的怎么样比较顺一点。不是因为你知道，范伟算了吧。我们要再做就怪怪的嘛。这样可以了吗？这样比较好。要一起出发了吗？一二三，来一起走，一起跑，出发，一起出发。绑在一起的吗？什么戏啊？这是什么情景？是名造型师包养吗？是。好，张浩，谢谢你，好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个宛若，你们又要选是
就是我们每年一零都会举办一次一零璀璨之星的选拔，那今年跟中天一起合作，然后我们分成模特儿组跟演艺组，所以不管是模特儿或演艺啊，同时两组同时报名，通通都可以，只要上一零官网报名就可以了。所以演艺组的才华是也要透过专业人士的。对，像歌唱部分，我们今年是跟日本 Sony 一起合作，那也希望在中间找到男生团体跟女生团体。所以演艺组就没有任何身高体重的限制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从14岁以上都欢迎报名。他们连淋浴裙都签的话，可以，就是只要有才华都可以。已经豁出去了。有没有过去参加被没有选中，然后一年又一年继续参加的？也有，也有。会终于成功还是不见得？我觉得其实如果他多参加几次比赛，经验比较丰富的话，其实他入选机会真的会比较大。可是一直有这样新的那个新人进来，老模会不会压力很大？没有，我觉得任何职场上都会有新人进来嘛，那就是要一直 keep 住自己的专业。那我觉得模特儿或者是艺人这个产业，如果走得久，他经验会越来越丰富。而且今年得到冠军的，我们还有一台百万名车要送给他。像今天这几位美眉们，有一些我觉得他们以前有来过康熙，是，所以他们还在被训练中吗？我觉得上康熙是一个很好磨练机会嘛，因为其实像他们这个几乎都没有办法跟康永哥或 S re 稿嘛，那都是直接球丢给他们，他们就要回答回应。我觉得这对他们是很好的经验。虽然有时候他们的回答会捏一把冷汗，会觉得他们反应不够快，或者怎么不好好把握机会表现自己，可是我觉得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。有，他们今天都表现得很好。谢谢谢谢，不要再抖了，你的胸部。相信璀璨之星今年会收到很多更好的人才的哈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Thank you.